蔡徐坤频频猜错答案，惹毛杨迪。杨迪，我承受的太多了。在最新一期《奔跑吧》中，跑男团又迎来了全新的任务。节目组为每个人制定了偶像包袱的重量，其中大多数人成员的偶像包袱重量都公布出来，而唯独没有蔡徐坤的重量。所以这次的终极任务就是找出蔡徐坤的偶像包袱重量。节目的最后，跑男团其他成员让蔡徐坤猜出这些重量代表的是什么意义，蔡徐坤却频频猜错，让杨迪大呼承受不住。蔡徐坤的第三个答案再一次给了杨迪沉重的打击。这次蔡徐坤回答的是颜值，这个答案真的是戳到杨迪的心窝子里了。虽然说杨迪的颜值确实没有其他的明星偶像高，但杨迪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被这样说确实有些不太好。这时节目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，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蔡徐坤竟然又一次十分自信地说出错误的答案责任，杨迪也表示自己承受的太多了。